安利一下，宣传一下我们这个 CSIA 加拿大双板滑雪教练协会的这一套教学和这个滑行理论。好好好，哎，他这个哎，没错。通常啊，我觉得这个教学理论对咱们中国的同胞啊，华人同胞特别有意义。嗯，因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在咱们小时候所接受的教育当中啊，往往有一种感觉是，比如说我是教练，你是学生，或者我是老师，你是学生。当我教你一样东西的时候，是我说你做，是，哎，大多数都是这个样子。这个是对的，那个是错的，好，你要这样做，不能那样做。对，好像我从小到大，大多数人是这样。对，但是我是一个极小的例子，是吧？那你太幸运了，那你太幸运，我真的说你太幸运了。哎，那么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往往并不太强调学生是否快乐。嗯，没错。哎，你明白吧，李明？我明白的。哎，但是呢，我们在这个 CSIA 这个体系里面，他所强调的教学以及在他的技术这两套体系里面呢，特别强调除了第一保证学生的这个安全，第二非常快乐、富有激情的一堂滑雪课，特别的重要。嗯，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往往特别强调，不会跟学生说。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除非，当然了，有一个标准，除非就是说你做了什么事是关系到自己的安全或者周围滑雪者的安全的，这种事是错的，绝对不要做以外。对对对对，从个人水平提高上来讲，它更加强调一种体验式的教学，更加体验一种探索式，我觉得更自然。探讨式的教学，是的，人性化的教学。对对对对对。哎，他非常关注当一个你的学生，或者你的，比如说你是雪场的滑雪教练，你的客人啊，在跟随你滑雪的过程当中 ，OK， 他的精神状态，身体状态，他对于你目前所给的这个我们今天上一堂滑雪课的这个教学目标，他个人的感受如何？我们如何给他适当的这个一定的挑战？感受到哦，按照滑雪教练所说的做，跟他自己所碰到同样地形、同样的雪道处理方法，他个人曾经用的方法对比起来有什么的不一样？对对对。然后去想，哇，为什么要按他说的这样做？带来的感受和我原来不一样，是否让我更有信心？是否让我发现，哇，我更可以灵活的、有信心的去控制我的雪板，做到我想要做的事情？是这样的一种方式。哎，当这样的教学完成了以后呢，就像我刚才说的，学生会感觉到有一种无限的可能，对，而不单单是说我告诉你这对或者错，你只能按照我说的这样对，他就是对的，对，他就是错的，对，哎，不单单是这种方式。对，我认为就是在学习任何一件事的时候呢，都是往往我们需要有一个 open 的一个环境，那么这个 open 的环境呢，就是说能够让我们所学的这个人呢，就是有一种非常积极的一种态度，愿意去学。哎，对，对吧？是的。就像我们搞艺术创作像的，如果说我们作为艺术老师，我告诉他，你这个东西就应该这么去拍，那这个时候呢，他的就被锁住了。所以呢，最后他能学到是什么呢？所以我觉得我们的这种价值观也好，或者我们的观念也好，是相通的。没错。所以呢，这个 CSIA 的这套理论知识点也是非常棒。没错，没错，没错。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在开始滑雪以后，后来接触了这套理论，逐渐的能够吸引我在这个方向一直走下去的一个原因，因为我觉得它是符合我个人对滑雪的一个认识，也符合我觉得想要把这项运动分享给朋友时候带给别人朋友的一种理念。它并不是单纯的好坏对错这样子的。哎，那你是如何进入到这个CSIA 的这个三级教练的这种体系当中呢？哎，其实啊，你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
其实因为我一开始接触这个滑雪的机缘巧合，再加上自己有一点小小的天分吧，其实达到一级二级教练的水准呢，是那个时候是很早就达到了。但是我本身呢，只是想快乐的去滑雪，并没有一开始并没有想要 follow 他这个跟随他这个体系。但是后来呢，因为我们其他省的安省那边的很多朋友，他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各种机缘巧合，很早的接触了这个体系，并且向大家介绍推广。后来呢，有时间我就去考取了一级的教练。哎，考完了以后呢，我觉得呀，虽然那个时候我当时考的水平呢已经远超过了一级教练的水平，但是呢，我觉得仍然，即便这个时候，我发现你都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学习到一些很关键的知识点。所以我发现，无论你目前的滑雪水平多好，你永远提高都是没有止境的。所以我觉得 OK， 那我要跟随他这个体系，继续的往下走，看一看还能学到什么更加关键。不通过学习，不通过努力的跟别人交流和练习，是无法自己提高的东西。那我觉得呢，到现在为止呢，通过考二级教练，通过考三级教练，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滑行教学的水平，我对这个滑雪的认知呢，比我以前所认知的越来越成熟，了解的知识越来越多，同时我也会觉得越是这个过程，我越会觉得自己懂得好少，还有好多未知的领域。就像你今天在车上比喻的，在海平面以下，在这个海面以下的这个世界是如此的大，如此的多，如此的值得人们去探索。对对对对对对，和你的这种感觉是一样的。对对对，是不是？我听说你是在咱们这个三级教练的这里面，是咱们是华人第一位吗？可以算是在本地的算是第一位，因为他这个三级教练呢，就是他的教练体系呢，每一次通过考核都包括滑行和教学两个部分，需要两个部分都通过才能算是完整的一个级别的证书，不管是一级、二级还是三级，那么三级，因为它的已经是对一个高水平滑雪者的这个滑行和教学水平的要求了，所以的话呢，在考试的过程当中是分开考的，我们需要经过滑行再通过这个教学。如果你的时间精力有限，我可以选择今年先尝试滑行的考试，明年再去进行这个教学的考试，它是分开独立的。所以的话呢，那个我们还有一位朋友呢，他早年是也是在这边生活，但是他是在威斯勒那边通过的三级考试。那么在完全是在本地，咱们魁省本地 Montreal 本地通过三级考试完整的一个三级证书呢，我是很有幸的是成为了第一个。那也太棒了，谢谢，这个，谢谢，谢谢。曾经呢，我是在雪场我被摔过，摔得特别特别的惨，所以呢我就有一种恐惧和一种挫败感。那这个时候我想请教您，您如何帮助我克服这个恐惧？首先啊，这个里面我特别感谢你对我的肯定啊，但是呢，我呢一直是这样的一种心态。我觉得随着我滑行的这个年份越来越多，经验越来越增长，其实我从来不觉得自己的水平的提高，我会把自己放在一个很高水平的滑雪者的这个位置。相反，更多呢，我觉得在咱们华人的这个圈子里呢，我觉得我们像我这样的人呢，更加存在的意义取决于是我是一个先行者，为大家进行一个探路的过程，让大家知道，其实这些事情我们只要你热爱它，有时间能拿出时间和精力来去探索努力，都是可以达到的。对，哎，我们为大家引领着大家一起往这个方向走。对，哎，是这样的，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个心态，也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事情。对，是不是？对，碰到你刚才说到你个人的这个问题啊，我讲一个特有意思的事儿，就是我一说到，因为就咱们就拿这个三级考试来说，好多人呢，他们都说到了三级，因为他一二级啊考试，他不是说哎我你这一趟滑行，我给你打分儿，
看你过不过。嗯，它是一二级的滑行考试的时候，它是按照两天或者三天的这个综合表现，嗯，来给你评判你有没有通过考试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吧？哎，不是说让你做一张考卷就跟这个考卷评分。三级的这个滑行考试啊，它是今天咱们三个来参加滑行考试，三级的滑行考试，这两趟我就看你这两趟滑的。嗯，什么项目给你定好了？嗯，比如说大弯、中弯、小弯，或者是在 bump， 就我刚才说的 mogul 这种地形上的滑行，它有项目的。嗯，每个项目滑行两趟，打分，过就过，不过就不过。所有的项目都要达到最基本的六分，嗯，你才能通过。它是这样的，所以给人的压力特别大。OK， 给人压力特别大。它的 minimal 的分数是六分，是及格线。六分是。大家的目标是奔着能六分就不错了。嗯。能在这个三级考试当中拿到七分、八分，那是已经很高的表现力，滑得非常棒的。嗯。你明白我的意思吧？哎，所以大家，我们一般这些来参加三级考试的这些朋友啊。嗯。心里一到什么都是说我要练到，就平时日常我得练到超出三级以上是吗？达到七八分，我考试的时候因为紧张各种原因，我才能够可能有个六分的表现，对，就不错了。我正好相反，我是就六分水平，我一看到周围人看我滑，跟我不管我自己滑的怎样，我总有一种心态，哥们儿先看好了啊，包括考官都给我看好了，我教你们怎么滑雪，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哥们儿先下去了再说。我就有这种心态，所以的话呀，很不可否认的是帮助了我的考试。嗯，对，它会使得你在考试当中特别兴奋。嗯我有一种想要展示自己。嗯会有超出你日常滑行的这种实际水平的一种表现，真会有这样。对对啊，但是我看到的绝大多数的朋友特别的不幸啊，都是反过来的。嗯，考试的时候一看到考官，一堆考官站在下面，而且他们考官的那个制服啊是黑色的，跟判官一样，而且在雪场里边还特别明显，然后下面给你挥雪杖，到你滑了，然后往那一进这就看你滑，然后包括十几个考生。其他的滑雪者、路人在上面都看你，哇，那个压力是特别大的。对，我觉得，跟你呢，在一起学习，不光是学习你的技术，同时也要学习你面对挑战的那种心态。我觉得这些呢，这些呢，对于我们来讲呢，就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一个学习的点。啊、再次感谢。我也特别开心，特别感谢可以跟你分享我的经验，特别棒，特别特别，谢谢李明。就可以了。非常感谢我们 David 啊，今天带着我们就是好好的耍了一天，让我们知道很多关于滑雪方面的知识。非常感谢 David。我也特别开心能够跟李明分享经验，在你的油管频道里面。希望如果有一天你想有滑雪的打算的话，一定不要忘记。我希望有更多好玩的事情可以分享给你，也希望你的频道越办越好。好的，大家记得点关注哦，点关注。拜拜。